我是旅途啊，这集要讲什么呢？等一下，有啊，是要给我改名的没了，就没有改名卡没。这也是买不到改名卡呀、啊，三神系统还没开啊。这集我应该继续讲装备吧，那要讲的是传说的一个冰封之域，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暴击跟攻击跟它的抗甲跟抗爆率哦，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跟这几个重点一样，先给你们。那我之前其实也玩到没什么题材了嘛，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就是我最后会开始讲技能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要更换吧，我因为比较高薪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获胜啊？升级八级的召唤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就一直这样练下去。你看是不是比较好的装备了？有一个 now 的就代表它有比较好的装备。那东西有一些线玩，你们可以从这边 review 一下啊！对对对对对。里面的怪物啊，大家也参考一下了啊。如果我们是等，我们就可以世界聊天了哈。那世界聊天暂时也可以隐藏啊。但是我希望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在聊什么。OK，给你们线上的感觉啊，我不要以为这是单游。